你们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一些心中的感谢的话。他先讲。那你唱几句给我。第一眼遇到女友的时候，就知道她跟其他女生不太一样，因为她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对，是大部分人都缺少的。对，那她脸有在这，所以今天才知道说我女儿是有内在美，没有外在美。
这种人的大大小小事情上，我们没有放弃。有我的旁边，有你的陪伴。I love you, and you're the love of my life.